那，哎，你怎么一个人跑过来，也没人跟着你啊？哎呀，人家护士忙，再说好的差不多了。什么好的差不多？这才多长时间呢？赶紧坐下来吧。不信，看我给你走两步，看着。能不能行啊？你慢点。怎么样？啊？比啃咖喱狗日的恢复的快多了吧？行了，赶紧坐下吧，啊，别走了，慢点。哎，喝点水。哎，你以后啊，不用每天都过来看我了。哎，没事儿，就让蚊子叮了一下，不幸的是叮到骨头上，比你的伤轻多了。算了吧。你还给我输了那么多血呢，失血过多也是一种伤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愿意，咱俩的血融到一块儿，你想不做我媳妇儿都不行。丁啸天，这可是医院啊，不许你胡说八道。医院怎么了？医院也不能不让人说话呀。1945年8月，经过八年的英勇奋战，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。我们给你报喜来了。报啥喜？大喇叭嚷嚷一天了，说的是啥也听不懂，又敲鼓又打锣的，烦死我了。医生让我静养，这哪是静养啊？队长，你没听清楚广播里说的是啥吧？还能是啥？还能让我当战区司令啊？不就是打了个胜仗吗？队长，日本人投降了。什么？哎，你看。宣布投降，小鬼子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哑巴，快把架板给我拆了，快拿刀拆！队长，你这是要干啥？文队长要结婚了！快快快！银子，银子，银子，知道了吗？啊，投降了！日本投降了。嗯，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我也等到这一天了。张志伟真是个好人，他跟我说过，日本投降了就跟我说媒提亲，可惜他牺牲了。银子，小鬼子完蛋了，我们的伤也好了，夹板也拆了，腿脚也利索了，现在没什么可说的了吧？今天我正式向你提出，银子姑娘，给我当媳妇儿吧，愿意不？啸天，你先坐下。我知道，你一直以来对我都是真心的。可是，我们都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，所以你现在忽然跑过来跟我说这个，我还没有准备好，我这心里啊，就慌得很。慌什么？有我在，你慌什么？不行，你必须答应我。你先坐下，先坐下。现在日本人是投降了，仗也是打完了，可是打完仗以后，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，我们还有更多更艰巨的任务要去完成，这个部队也要发展，这都是我们的责任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我暂时还不想考虑这样的问题。责任、任务、原则，你永远用这种屁话回避我。我告诉你，给我做媳妇儿，才是你的原则和任务。啸天，啸天，啸天，你干嘛去啊？你倒说句话呀！我去找新来的政委。你找他干嘛呀？你瞅找他干嘛？张政委牺牲了，我找新来的政委给我提亲说媒。到时候你要再不同意，我还就不勉强你了。我，哎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不干了，回家。你。银子，银子，护士，快快快，快快快，大军！胡闹！这是革命队伍，不是你丁啸天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地方。你想干什么？
啊，你说说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没想干什么，这事儿是我太着急了，您的伤还没好。现在说这事儿，是不大合适。可我没想到银子他，没想到，说的倒轻巧。政委，我行了，什么都别说了，回去给我好好检讨。是。站住！记住，今后绝对不许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知道了。那柳叶儿遮满天。哎，我这儿干什么来了？还不回去准备准备？准备什么呀？你说准备什么呀？回研究这寿祥啊！打了八年，好不容易把小鬼子打跑了，这回咱们荣归故里，在乡亲们面前得打扮的精神点啊！我去找银子。你拽我干什么呀？哑巴，你就让他去，反正他也不是头一次挨骂。嘿，吃错药了你们？你才吃！怎么回事？马龙，说，不说我踢你啊！怎么回事？小鬼子投降没咱的事儿。放屁！没咱的事儿，还能有谁的事儿？去接受日本人投降的是镇长和齐春秋他们，咱们只能原地待命。谁说的？这还用说吗？命令都下了，现在谁要是敢擅自进城，以扰民论处。什么狗屁命令！老子找他们去。马龙。大佐先生，希望你们日本人能够遵守协议上的内容，好自为之吧。哎，打仗的时候不见人影，现在回来当好人，这算什么呀？还有那个镇长，明明是个汉奸，摇身一变他成英雄了。这让弟兄们怎么能想得通啊？其实啊，我很明白大家的想法。大家有情绪呢，也在情理之中。但是，我告诉大家，要冷静地对待这个问题。我的政委啊，我们怎么冷静对待问题啊？那换谁也想不通啊！想不通也得想啊。这是命令，是军人就得服从。服从？服从也得有个说法。这岩流镇可是我们大家辛辛苦苦打下来的，啊！现在胜利了，没我们什么事儿了。给我坐下，还有点规矩没有了？算了算了，我问你，你们参加新四军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这还用说吗？打跑小鬼子，让大家过上好日子呗。这就对了，咱当兵打仗，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，不是为了自己当英雄。当不当英雄，我根本不在乎。那也不能让我们当狗熊吧？怎么当狗熊了？你说，小鬼子是被我们打跑的，现在倒好，我们待在这儿，看着人家当好人。
讲不通。丁啸天同志，你好好想想，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是为了打日本人才来这里的，大家都是中国人，而且目的是一样的。现在日本人投降了，要是咱们的队伍和国民党的队伍都一起往镇子里冲，那像什么？那不成了抢地盘了吗？我知道大家都想赶快回家看看，但这事不能着急啊，等他们把受降的事情处理好了，咱自然会进镇的。啊，林所长，队长，就这么算了。那你还想怎么样？回屋待着去。老关，收拾收拾吧。是。谁呀？谁呀？进来呀你！我来找你聊聊，不准备请我进去坐一会儿啊？还在为那事儿想不通呢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你怎么知道我找你有事儿啊？我还不了解你，没事能往我这儿跑？政委让我来通知你，过两天就要进镇了。干什么去？镇上要处决汉奸。我不去，谁爱去谁去。你怎么又犯浑呢？我不乐意去。随你的便，反正我的任务是完成了。各位父老乡亲，今天阎刘又回到我们国人手里了。眼前这些人是在阎刘犯下过滔天罪行的人，他们以前依仗日本人的势力鱼肉乡里，无恶不作。身为国人，不但不思抵御外辱，反而是认贼作父，为虎作伥。今天我代表党国，代表阎刘的父老乡亲，代表你们，对他们处以极刑。立即拉赴刑场，马上执行。小天，我和银子政委去找齐春秋商量点事儿，你们就在这里等我。是，走吧。你们俩请。齐团长，这是我们方政委。镇长大人。哎呀，丁队长，你们有什么吩咐吗？行啊你，
摇尾巴的功夫见长，跟谁混都吃得开。看来小日本没白调教你啊，丁队长，看来你们是误会我了。误会？怎么个误会法啊？你们不知道，其实我也一直在暗中为党国效力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大家都是中国人，为了国家，我也是不得已委屈自己潜伏在延留镇。这说起来，我为抗日出过不少力呢。那你说说，都干过什么好事？这别的不敢说，至少您丁队长该记得，我曾经为您筹集过一批粮食嘛。呸！不要脸的东西，老子当初就应该把你当汉奸直接办了。丁啸天，齐少爷，齐三少，几年不见又长个儿了啊？丁啸天，你原来在炎刘镇不是挺威风的吗？现在怎么就混了个新四军小小队长啊？小队长怎么了？老子本来就不是当官的料，等把小鬼子打跑了，老子照样回家种地。种地？我告诉你，丁啸天，现在整个县城，包括炎刘镇，都是我齐家的了。你想种地，那你也不问问我同意不同意？姓齐的，你也太嚣张了吧！我告诉你，我们连小鬼子都不怕，还能怕你？呦呦呦呦呦！你也给我记住了，跟着丁啸天混，早晚就是死路一条。齐春木，我得提醒你，别跟你大哥学，跟你们家老二学学，长点本事。丁啸天，当年是你把我大哥逼死的，你现在还在这儿说风凉话。李春木，你大哥是怎么死的你最清楚，害死小卢将和我全家，这笔账还没找你算呢，他是罪有应得。丁啸天，那我就跟你好好算算。放下，放下，别动，别动。你们干什么呢？齐团长，这想干嘛？我枪没有。马龙，把枪放下。他先吗？三。严队长，徐木年纪小，不懂事儿，您别在意。对对，自己人都是自己人嘛，别为了这些小事伤了和气嘛。齐团长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们先走了。啸天，走吧。干什么呀？你们也太不让人省心了，离开一会儿就闹事。又不关我们事儿，他们先找的茬。现在是国共合作的时期，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和他们发生冲突呢？知道了不？知道了。是。太不像话了。今天怎么回事？啊！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凡事都要忍一忍，不要惹出什么乱子来，你怎么就不听呢？丁啸天把我们齐家害成这样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咽不下也得咽，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。老三，你还不清楚现在的局势，我们早晚会跟共产党打起来。你这么做不但报不了仇，
反而会坏了大事。这样吧，你还是跟我去县城，免得再生出什么是非来。那丁向天怎么办？总会有机会的。齐春木那小子也太猖狂了，不就是有当官的哥哥吗？牛什么牛啊！逮着机会，小爷我整死了。你真敢？当然了。行，走啊。走。这帮小子。昨天晚上那事儿真的不是你干的？不是。那你手下的人呢？都在呢。是吗？
不信你们去看看啊。行了，你回去吧。政委，也许真的不是他们那帮人干的呢。不可能，人家在现场发现了土制炸弹的壳，就他们那帮人会弄这个，还好没让人家拿到真凭实据，要不然就麻烦了。你以后要看紧他们，不要让他们再惹事了。哎，我们就是看他齐家太欺负人了，就想解解气。解个气？我们是新四军，不是土匪，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吗？你们还真行啊！你们连烟雾弹都弄到了。那根本就不是烟雾弹，那就是我们以前做坏了的土炸弹，现在受了点潮，点着后没声，不会响，就剩冒烟了。胆子也太大了，它炸了怎么办？不可能，这东西是我们自己做的。我还不知道啊，还来劲。哼，还真他妈解气。吴哥，哎，家里就拜托你了。两位少爷放心吧。起步走。我们俩找你半天，原来你在这儿呢。找我干什么呀？哎，收拾收拾东西，过两天该走了。去哪儿？北上啊。要去你们去，我不去。你一人留这儿干嘛呀？你还是跟我们一块儿走吧。那齐家兄弟都到县城当官去了，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有什么意思啊？我在阎留镇有地。有地怎么了？有地就不用愁人，有地就不怕饿死。你们俩跟新四军走吧，我跟你们不一样，无牵无挂的。我要离开阎留镇，我对不起祖宗。我答应过我爹，要重振丁家。说的也是。那丁大哥，你不会怪我们吧？什么话呀？我怪你们干嘛？你们又不欠我的。行了行了，走吧。让我一人待会儿，走吧。
队长，什么事？说吧。我想和你一起走。跟我一起走？你知道我要去哪儿吗？你不是要回炎留镇吗？队长，今天你跟陈雅丽他们聊天说那些话我都听见了，他们不愿意跟你走，我愿意跟你走。我这个人从小没有什么大的志向，就想有块地种，安安生生过日子。我现在除了地什么都没有了。够了，只要有地种，其他的什么都不要。好，我带你走。进来。林子，丁小天走了。走了？去哪儿了？炎留镇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他把自己东西都拿走了，给你留了封信。那我先出去了。祖祖辈辈都生长在炎留镇，我不能让齐家霸占着炎留镇的土地，祸害着炎留镇的百姓。为了这片土地，金子，我走了。在呢。还是回来了，看着院子败落呢。马龙，没人帮忙了，咱们自己动手。来，志深看见了？都看见了。他和马楼一起回来的，赶紧告诉齐生，丁小天回来了。真的？丁小天现在正在收拾屋子，那还能假吗？本来以为他丁小天会和新四军北上，没想到他现在还送上门来了。我们家老爷知道三少爷也在找丁小天，所以叫我连夜赶来告诉你。我知道了，坐下。人，三少爷，人集合好了，准备出发。三少爷，这样做真的合适吗？团长还不知道呢。什么合适不合适？我们是去为党国抓汉奸。出发。是。哎呦，快！好，给我搜。是。走，里面，我这边，你这边，走。
山少爷，里面没人。没人？哎，您说他会不会跑了？不可能，跟我上其他地方找。是。大哥，嗯，好久没闻到这麦苗的香味了。还是躺在自家的地里踏实。马洛，嗯，以后咱俩哪儿也不去了。有一块自己的地种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哪儿也不去了。清明忙种麦，谷雨种大田。立夏，立夏鹅毛种，小马却犬来犬。哎，大哥，丁大少爷，别来无恙了。大伙儿知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人站在这儿？炎刘刚刚光复，大家以为平静了，可是你们错了。日本鬼子是走了，可是这些败类还留在镇子里。只要他们在，我们炎刘就不得安宁，大家就不能过上安定的生活。就是他勾结共匪杀害国军，当过汉奸。镇长，你说这种人应该怎么处置？啊，这丁队长，哦不，丁啸天这等人物就该驱逐出炎刘，发配远江。镇长，啊，当然了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也就太便宜他们了。该枪毙。好，既然镇长已经代表大伙儿做出决定，三天之后押赴刑场处以枪决。过得挺舒服呀，丁啸天，你别跟我装清高。我告诉你，你是马上就要入土的人了。哎，你求求我，兴许我还能让你入土之前过得舒坦点。丁啸天，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？你现在就是我手心里的一只蚂蚁。轻轻一捏，你也就一命呜呼了。上，师傅，大哥，哎呀！丁啸天，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这儿吗？我就是要让你知道，你丁家永远斗不过我齐家。我要让你丁家断子绝孙。
不！停！丁小天，你跟我玩？小兔崽子，你还骂？丁小天，你气死我爹！你害死我大哥！你夺了我的地，你抢了我媳妇儿，还让我在镇上抬不起头来！丁小天，我整死你！整死你！整死你！我他妈整死你！